梅之兰全明星赛结束后，梅之兰官方选出了本场比赛的十大精彩好球，一起来欣赏一下。我们先来看威斯布鲁克单季闯关，抛篮板后的空中接力颇有麦蒂当年的风范。依然是威斯布鲁克，这次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排名第八属于伊戈达拉，断球后的一条龙暴扣，你只有在 NBA 赛场上才能看到。科比和詹姆斯显然已经成为了东西部的死对头，这边科比一记三分命中，那边勒布朗便上演拉杆劈扣。你没有看错，还是威斯布鲁克，他的扣篮绝对闪耀全明星赛。终于轮到了格里芬，这次保罗的胯下基地传球同样精彩，而格里芬当然笑纳大礼。西部全明星的超音速快攻，小皇帝的空中换手暴扣，这一扣绝对冠绝扣篮大赛。进入前三球，保罗看似随意的一抛却成为了神来之笔，而杜兰特的战斧式扣篮也同样势大力沉。还是24和23号的对决，但这一回合显然是勒布朗更胜一筹。科比的一个平淡上篮，换来的却是勒布朗空接反扣。当然，科比自然有他独到的一面，看似普通的一记扣篮，却让他超越了费人乔丹，成为全明星赛的得分王。确实非常的精彩。